以色列处于埃及和巴比伦夹缝之中，低头认命会被人压扁。究竟圣母怀孕有没有受精？诶，点解四本福音八个福嘅？全球最畅销，译本最广泛，最有争议，最多解读，圣经逢星期日宣讲。耶教广播剧《门徒仔》，《门徒仔》第八集，荣神益人俏 Mary。 牧师啊，你得唔得闲讲两句啊？咩事啊 Paul？ 平时你有事都系交代阿 Mary 同我讲嘅啫，今次咧就关阿 Mary 事啦，所以就唔系好方便揾佢，不如你 check 出嚟先啦。好啦好啦，咩事咁神色凝重咧？系咁嘅，咁话说咧，某次小组完咗之后咧，就有个弟兄私下嚟揾我，讲咗啲嘢。咁讲咗啲咩嘢咧？我依家咪讲咯，嗱，我复述你听下。主席，有件事我摆咗喺心都一段时间，再唔同人讲，我惊会爆。弟兄，你讲啦。虽然话教会之内冇秘密，但系你信我，我一定唔会讲出嚟嘅。我一直都有啲软弱。系边一方面嘅软？边一方面嘅弱呢？系性嗰一方面。哦，咁嘅话，其实你可以揾医生睇睇喎。吓？你讲咩啊？我系话我有性方面嘅软弱喎。我知性方面嘅软弱啊嘛，咪即系 ED 咯。咩叫 ED 啊 ？Erectile dysfunction 啊，即系不举、阳痿、六点半。错，我唔系讲呢一种，我系话我有嗰味嘢啊。喂，你唔好再隐隐晦晦啦，你叫得我讲，你直接啲啦。我启动咗摇杆驱动程式。你打飞机啊？喂，你唔好咁大声啊！打飞机咪打飞机咯，有乜咁大不了啫？我仲以为你有咩性病，要讲得咁隐晦添。咁你打飞机有乜问题啊？我翻教会专心唔到啊！吓？点解啊？你听牧师讲到扯旗啊？黐线咩你？听牧师讲到会 ED 咧就差唔多，不过我谂嘅对象系真系喺教会入边，所以我觉得好困扰啊。吓？我哋教会、哦、令人有性幻想、哦，边个啊？我俾幅相你睇啊。喂，呢张堂庆大合照嚟、哦，兄弟，你 J 晒全堂啲女啊？唉，唔系，佢喺入边啊嘛。睇下先，哦，我知啦，你 J 我哋妇女部部长琼姐，其实系 Mary 啊。咩话？你 J Mary？ 得啦得啦，细节嘅嘢我唔想知，咁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啊？唉，我都唔知有咩可以帮到我啊，你为我祈祷啦，我净系想翻教会可以专心啲咋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为你祈祷啦。喂 ，Mary 咁样啊，真系令弟兄跌倒喎、啊。圣经话咧，若有人叫这小子嘅一个跌倒咧，不如用石头绑佢落海。喂，咁啊，不如我哋咧将阿 Mary 浸猪笼啊。牧师，你估我哋做紧再见艳阳天啊？你系咪傻咗啊？我想同你研究下点样帮呢位弟兄咋。喂，咁而家 Mary 真系叫人跌倒啊嘛，好大罪噶、哦。嗱，虽然你两个咧都系我请翻嚟嘅，但话晒 Mary 都系你条靓啊，我呢份人咁契弟嘅。哎呀，乜你咁讲啊？我大公无私啫、哦，我好锡佢噶，我只不过系唔想佢继续陷喺罪中啫。喂，老实讲啊 ，Mary 着衫好暴露咩？佢平时都着得密密实实噶，又长裙，又成日捞住条丝巾，好似成日都怕冻咁嘅。哎呀，啲中女系咁噶啦，丝巾、hand cream、暖水壶，成日都带住嘅。
中女三宝啊嘛，你哋识咩？喎做咩匿喺度讲个坏话啊？嘿，你杀鸡魔神弹出嚟嘅，你听到啲咩你？我净系听到你哋讲我名咯，然后又话咩丝巾长裙，做咩即系我而家好丑样咩？嗱，就唔系咁讲。虽然咧话艳丽系虚浮嘅，但系我哋就唔系话你丑样，啱啱相反，系有人觉得你太靓啦。咦，好衰噶，边个啊？你唔好暗爽住，我哋就有啲好严重嘅嘢要同你倾一下。吓？嗱，依家牧师就话咧，就谂住捉你去浸猪笼。吓、啊！我冰清玉洁，手身如玉，白壁无瑕，独立包装，净系按手祈祷嗰阵先会电到啲男仔嘅啫。哎呀，因乜解教要浸我猪笼啊？皆因你伴阿道人啊，你咩伴道人啊？事情咧就咁嘅。吓咁噶，咁我点算啊 ？Mary， 既然你嘅花容月貌就令人绊倒，咁不唉，你唔好再唱粤曲啦，咁点啊而家？即系我话咧，最紧要咧就源头减肥，咁啊得噶啦。咁即系点啊？减咗你啊？嗱，唔系，即系既然咧系 Mary 令个动淫念，咁啊 Mary 你咧就应该。着得检点一啲咯，牧师你有冇搞错啊？你头先自己都讲过佢系着丝巾长裙嘅，有几唔检点啊？啊又系，佢成日都包到实晒，又真系唔可以话佢暴露咯。哎，唔系，我知啦，系对脚。嗱，佢平时翻工咧就着呢个波鞋同埋船袜嘅，就打大个脚眼出嚟。佢一定系挂住睇你个脚眼，有冇咁变态啊？佢行出街见到啲人着拖鞋啊、高踭鞋咁咪唔得？哎呀，点都好啦 ，Mary， 不如你试下着波袜翻工啦。咩波袜啊？踢波嗰啲波袜。我点会有踢波嘅波袜啊？喂，哎，好啦，但系咧，我谂谂下咧，我谂起哥林多前书嗰度就话啦，女人咧要蒙头。原来呢又真係有道理喎、啊。嗱唔係啦。一不做二不休。係你不如遮埋个样啦。好啦。一阵间放工呢我同你去嗰个伊斯兰文化体验馆买件 burka 啦。咁稳阵啲。我唔制呀、啊、我又唔係穆斯林我着咩 burka 啊。唔紧要喎呢排兴㗎嘛。咩 secret superstar 都係蒙住面啦、啊。嗱你可以做蒙面超级干事㗎。我唔制啊！你再逼我，我出绝招啊！嗱，咩绝招啊？我个 Janice 姐妹喺教会 Freedom Nipple 咯，佢问过我噶，你咪想试下？冷静，冷静，莫生气啊嘛，莫生气。牧师，其实呢源头减肥嘅嘢就应该由阿弟兄开始嘅。点解呢？圣经就话啦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。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就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呢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就不可叫全身下地狱。啊，又系喎、哦，咁样啊，Mary， 好啦，咁我呢就去同阿哥弟兄倾下，就问下佢呢用边只手犯罪嘅先。佢呢就唔系只手犯罪。就应该是只脚犯罪啦。吓、啊，边只脚呢？第三嗰只咯。门徒仔第八集，荣神益人俏 Mary， 陈道饰演牧师 ，Edison 饰演阿婆，波波饰演 Mary， 编剧陈道，配图 Edison， 剪接波波。